一般上哦，我们都是很少看到啊，薏米的快熟面，它颜色就是蛮漂亮的，成功很亮亮的。哎呦，很美一下咧，它的河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，我是怡。每个人呢、啊，一定有那么的一段泡面时期，因为当时我就一定系好穷啦，所以还要食泡面嘅。但是啊，我们就不是这一种啊，我们是那种快手面啊，几个煮嘅，便宜咪。所以我们就是买那种来度过我们的泡面时期啊，因为那时候肯定是你在拼搏一些东西，或者是在追求什么东西，你才会这样嘛。当你应该点需要嘅时候，再睇翻之前系一个几好嘅经历。你讲到你搵到钱咗，冇啊，其实并没有。这除了是度过那一个时期呢，这泡面也是我们非常好的 friend 来啦。半夜宵夜是最好的，父亲只有宵夜，看他眼中只有宵夜。我们就是在工作忙的时候没时间去买东西吃，我们就匆忙的弄一杯泡面。你看我的不一样啊，我的格局就大了。这样这一次我们就想说，哎，想试一试我们没有试过的泡面，因为市面上就是很多的泡面啊，现在出到各种各样各种牌子都是有了。像这里呢，就是有七杯，我们就是挑我们完全没有试过了，未食你食去啊，咩你买嚟都系嗰啲清汤啦、冬阴咖喱。都还上过没，所以我想说真的腻啦啊！如果试得好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放一起在家里啊。但是哦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终极的 boss 嚟嘅，妈咪，后面有个声好似。一个声音，然后另外还蛮期待的，就是这些咯，果条的，还有干捞的，咁样我哋嚟试边一款先。我睇中意款，所以我想留喺最尾。OK， 呢个放最尾。我觉得呢个都系一样啦，呢、这个两个尾噶啦，辣嘅同埋呢个感觉上最好食嘅嘢。咁一开场我哋就试下呢两个先吧。这个是清汤的果条，然后这个是冬阴的。我们就先试这两杯啊。今日我哋嘅三餐就系食杯面噶啦。一杯够食咩？够啦，我唔熟。像这两个啊，都是同样的牌子嚟，都是帕玛的，然后调味料有一包。然后这个是油嘞，如果你要吃辣的话，这里也是有一包辣椒，同样的也是一样一包这样的油这样的，然后调味料，然后面就是这样的啦，果条，我给一个叉子，你冬阴哦，系啊，清汤好似好香。咁我想食清汤。唔得，一开始拣开嘅。OK 啦，可以啦，嚟。哎呦，很美一下咧，它的河粉幽幽咁样哦，你感觉这个河粉也蛮开胃嘅，冬阴咩？冬颜色真漂亮哎，这个清汤哦，有点像它煮的那个米粉的味道，应该是换了一个河粉的。因为冬阴都系似个冬阴嘛，我食佢嗰个冬阴汤。哇，他这样来辣我，哇哇。以前我哋连杯面都冇得食，太贵。冇讲啲衰嘢俾人哋听。我细个时候你就请我食即食面啫。所以我而家睇肥肥白白 ，OK 啦。它这个果条的口感咯，还蛮好的。但系佢又唔会淋淋嗰种啊，系有啲口感嘅。我觉得以泡面来讲啊，它是蛮好吃的，而且的汤啊，我觉得也是蛮够味的，酸香味嘅清汤。佢粉靓哦，你睇咁样去夹咗上嚟，平时嗰啲都夹唔到，烂咗。以泡面的质地嚟讲，真的很好嘅。你换一次食啊？你个猪仔嘅，哇！你食成咁少啊喂！我哋啲好明口啊，清汤都好吃很多，很高味。冬阴的话，个汤好似唔够味咁样，酸咁样啫。呢个清汤好吃好多。老公就系咁啊，唔好食嘅嘢俾翻老婆嗰啲。OK， 之后的我们下一餐再试。现在我们就要吃汉堡。无惊无险又来到下一餐啦。现在我们就来试这个 INA 的薏米用鸭咖喱汤。佢呢个系薏米嚟嘅，不嬲都知道薏米系冇咩特殊噶啦。再来试这一款 Mommy Chef 的香菇辣鸡味，我们就来试这两款啦。大家认为啊，多少钱的泡面啊才是最能接受的？一杯咁啊？啊，一杯咁啊？两扣半。最贵你可以去到两扣半啊？最贵我觉得我可以去到5蚊吧，睇佢嘅面嘅质地。还有什么配料啦，咁样样。这个呢，它就是有两包的，这包应该是调味料来的，然后这个应该是那个配料啊，菜啊，香菇那些啊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？这个 INA 啊，是我们吃那个之前有介绍过的一个板面很好吃的牌子来的，所以我们就买来试试看。然后它里面呢是有3包的调味料。
蛮多菜一下的，还有些香菇。嗯，这包就是白白的哦，而且没有一个铁酱，我应该现在丢没丢啊？应该还有，来尝尝。一般上哦，我们都是很少看到啊伊敏的快熟面的。我们几多会几多路哦，因为一定买要好耐啊，应该是有两个月了吧？那单你都唔知执喺边度嘅。你也食一杯啊？哎，佢伊敏放我面前问我食一杯咩？唔系啊，冇咁讲。吓，你看它颜色就是蛮漂亮的，成个很靓靓咁嘅。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蛮丰富的，你看它很多菜啊，很多那些香菇啊，已经在等着你啊。食嘅阿松个饮料。这个面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分别，我吃上去是一样啦，跟普通的。呢个味其实我中意嘅，但系我太成日买咗啦。咁你试呢个可以唔食？呢个粉腩你平时食呢种噶嘛？佢又唔同开咯，可以大大加分开嘅，你知道 ？OK， 我谂住佢有啲唔同嘅。佢有辣冇？冇辣。我同你试下个伊面，首先饮啖汤先。会不会？我汤好喝呢。我觉得它的那个牛奶卡利啊，就不会说太浓啊，会浓到你觉得好滞啊咁样。哎，个唔会。会开胃添系咪？啊，会开胃。嗱，试下伊面先，面都唔错。它是怎样讲呢？就是啊，你吃到它伊面啊，不会吃到它好像那种泡烂的感觉，还有那个嚼劲。忙嘢啊，忙嘢啊！来，食食食食食，来，先先食啊，好食呢个，好食。这个就比较相对普通一点，因为平时嗰个杯面都系个味。不过伊面啊，真的是很难抗拒一下啦。伊面系有本身就好加分嘅一个嘢。如果佢再多一点点配料就正，放啲腐竹咁啊，哇！自己加啦。OK 啦，这一餐就到这里啦。等一下我们下一餐再见啦。OK， 唔该唔该，又嚟到晚餐啦，时间过得真系快啊。我们剩下三款，就这个赞美等鸡面 ，Maggie Goreng Chili Fiesta， 再来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的大魔王啊，这个。佢嘅名应该系咁。我自己个人咧是蛮期待这个干捞啊，因为真的是蛮久没有吃到一个好吃的干捞，因为食嚟食去都系咁 miss 得啊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是怎样的啦。这个哇，两个面的嘞，可以封错开啊，定咩？里面还有一个的哦。冇减肥耶，你咁加粉食，咁都冇得减啊啦。它这个呢，就是有油、黑油，还有就没油吧，然后它的起力，等一下我们就放完。然后这个哦，看起来这么的紧哦，它只有一包吧？它没这样来的。再来，它有给一包油，还有这个调味料。哇，这个调味料很呛呢。你这样捞了蛮香的嘞。再来我们看这个，哎，这样的话又不会说太可怕哦，不会很红哦。我这个很大份的，真的，这个也是蛮香的。我仲以为佢系配料添。你期待边只先啊？我都讲呢个咯。来一个俾你先，我试干捞。我都看到这个蛮香的嘞，然后整个我捞了就是哎油亮油亮呀。可以不？呢个食落系几咸。我觉得可以放少啲嗰个调味粉，然后咧好似一阵白油味咁样，都几香噶，酱料味香咯。我打完它的辣椒啊，也不会说很辣啦。对这个味道，哎，还蛮好吃的咧。偶尔想吃下那个干捞啊，也可以试这个。下一个，我点？我吃到还有这个纸皮的味道。试一下先啦。很淡的这个，然后比较可惜的是哦，它真的是有吃到那个 plastic 的味道，你看整个包装了没？老中意，后面佢嘅味道有偏淡哦，这个会比较不想吃咧。我最期待添，而家落失望咗。呢个好食呢个，你知我唔系好中意食干捞噶啦，系。你讲，嗱嗱，你看姨姨讲，佢就你食啊你食啊，嗱呢啲就唔好食噶啦。这样子啊。因为如果你唔爱放辣粉咧，应该阿轩好中意食嘅。嗯，虽然说啊，它味道就是普普通通，但是它面条啊系 OK 嘅，佢面系几唔错嘅呢个，系味道啊。我家下我食这个魔王，你试试。惊，冇惊，冇乱，丢晒咯。咖喱有冇？辣冇？我唔辣啊，我唔好辣咧。佢后边嚟啊，你停下你就知啊，停下就知 ，OK， 停。呢个系中辣吧，但系好似唔够味咁样嘅，同佢嘅辣好似好唔衬咁啊。
就是啊，它的味道很辣，但是啊，咸味好像跟不上这样。放少水啲可能 OK 啲。好呀，呢个中意食辣嘅可以买一个。怎么好似咖喱咁啊？啲辣啲啫嘛。OK， 我们就吃完了啦。今日我哋最多泡面嘅嘢。最多口味嘅泡面。最多口味嘅泡面嘅嘢都好鬼有得换下嘛，冇可能食死一个。咁啊系，通常系挨泡面嘅都只系先食死一个味嘅啫，或者换下两个味啫咯。像今天试的这几款啊，我们有推荐的四款哦，就是两款帕玛的那个河粉啊，都是不错吃。然后还有一款是那个 INA 的那个薏米啊，这也不错哦，牛轧咖喱的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 Maggi Hot Cup 的了，蛮推荐大家去买来试试看。因为平时啊都好少会买生蚝美食，因为怕踩雷，因为一买到不好吃的哦，那个心情啊就是蛮低落的嘞。睇啦，又贵又唔好食，咁点？又试新嘢嘅时候，哎呦，如果试到好吃的哦，又非常开心哦。所以说，开心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像刚才讲到的那四款都是蛮推荐给大家平常买来试试，哎，可以放家里的。OK， 那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也吃了一整天的泡面了啊，信不信牙先休息啊，一个24小时吃泡面，好似系哦，咁讲唔一样啊。像希望大家也不会经历啊泡面时期啦哈，买泡面都是为了尝鲜嘛了。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们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下次再揾啲杯麵嚟試下，高級杯麵一個$5，好貴啊！對我嚟講，貴咗$5啫，真係貴，可以食雞飯咯。